亚运就是自身那个再见安打，那个是亚运对不对？对，对啊，就是那个嘛。然后那时候你几岁？那时候应该是国中的时候。对啊，一个一个好像是直插球的变速球，然后打到左外野那个嘛。我觉得最近的就是那个加油学长打韩国全垒打，就那一次而已。其实我小时候没有很喜欢看棒球，你喜欢玩芭比娃娃？对，我其实对，所以我不知道。最近跟王家有聊到，然后就我才知道上一届得冠军的时候教练在里面。2006年。对哦，我就因为他家有放那个那一年的那个球棒，就全部人签名，然后我才发现原来上一届夺冠的是教练通那一届。